可以说一下今天要不要说状况还顺利吗？状况。谢谢关心，谢谢关心。那尿尿报告出炉了吗？今天彩铃怎么样？我在跟大家报告，谢谢大家关心。今天先这样。要不要在这边直接跟大家说明一下呢？今天顺利吗？顺利，谢谢大家关心，谢谢大家关心。我再回复给大家。现在还有在使用吗？没有，谢谢。我说过，人生浪荡子，物生牛顿的。我觉得你是牛顿吧，你应该不是坏而已。坏可以浪子回头金不换，笨却是一辈子。哪那么傻逼呢？你不站在路边抽大麻呢？我跟你讲，我现在丢脸是不是因为你抽大麻，而是你抽大麻被抓？站到路面上去抽大麻，你是什么咖？嚣张到这种地步？非常感谢所有记者朋友，还有媒体朋友今天能够前来。他妈妈应该就是爆哭吧，然后爷爷奶奶都离开了，要不然都哭死了。他们都是老师，全家族都是台大，都是什么美国的名校，然后这么弄又这个，唉，你自己要在最后的一个角度，台湾的社会是很大的宽容，有过任何的事情。如果你愿意改过是 OK， 只是我觉得，我说过，人生浪荡子，物生牛顿的人，我觉得你是牛顿吧，你应该不是坏而已，坏可以浪子回头金不换，笨却是一辈子，哪那么傻逼呢？怎么站在路边抽大麻呢？我跟你讲，我现在丢脸是不是因为你抽大麻，而是你抽大麻被抓？站到路面上去抽大麻，你是什么咖？嚣张到这种地步，姐姐气疯了啦！姐姐气疯掉了，她说我们守着自己干嘛呢？缺口藏在别人身上有什么办法？姐姐当然也是说这个弟弟，她也很自责，说太忙了，没有办法把这个弟弟带好，或什么，真的不要这样，台湾不允许，好吧？我知道，好。大麻是不允许的，对对，好吗？对不对？你抽抽烟或干嘛，顶多就是那个你偷抽烟，我已经很不爽。阿公阿嬷有没有抽烟啊？嗯，阿公阿嬷有没有喝酒啊？对不对？毒品，阿公阿嬷现在搞不好就在电视上在看，你怎么给他们交代？你敢去看阿公阿嬷吗？我会去了。